阿明，你面包就直接吃，还是你会涂什么？还是加什么？我都吃，直接吃，要不然可以涂蜂蜜啊。下面在看我们的影片。对啊，看你们的影片啊。第一支影片就是你们。Hello， 早安。要看好舒服啊、哦。超酷哎！今天我完成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呀呀。蒸好的吐司，用蒸的感觉也不错。蜂蜜吐司，好，谢谢阿明。可以吗？可以，好吃，可以哈。要不要再看昨天的那个燃烧吧少女？好。我看了还是觉得好好看。阿明家居然有松子杏仁茶，来泡看看。请老板把那个玉米的那个皮都剥掉，然后再弄成凉拌，很方便。对啊。植物园，它这边怎么也写植物园？对啊，咖啡里面都种咖啡哎。哦，咖啡豆啊、哦。对啊，都有人去摘，一年长了好多次哎。它设计的还蛮可爱的。这只咖啡树可能现在都被摘完了，那还有咖啡杯哎，这个是阿拉比卡的呢，哎是哦，你看里面那个也长了好多，对啊，很多株哎，居然在这里可以种咖啡，你看，所以一般想说都是阿里山，对，比较山上的地方，对啊，它动作都非常非常的缓慢，很像单脚在练核心肌群吧，对，每一步都很慢，坚定而缓慢哦。刚回到家，我们在那边散步走了一个半小时。那我们刚刚就买了素食自助餐，就准备来吃。今天也买了很多的水果。是的，开动，开动。Hello， 现在是4点，那我大概4点才把初检完成。今天一不小心就很早起，因为我们三个人都因为想上厕所，然后就起床。那只有下午的时候呢，都有一点犯困，然后妈咪也去楼上稍微休息一下。今天也比较晚才完成初检，不知道今天会几点上片呢？完美，正穿档。那接下来我就要来做字幕了，辛苦辛苦。我们现在呢想要来吃今天早上我们去走了一圈到台北里自己买的黑芝麻太阳饼。下午茶时间，没想到它有黑芝麻口味的，马上引起我们的兴趣。吃看看哦。嗯，马上有个黑芝麻的味道。台湾的糕饼真的很厉害。好吃吗？好吃哎，好吃哦。我们也来吃。他们有没有洗那个蓝莓？我们刚才已经吃了大颗。有个人说他看我们玩芝麻看得很开心哎，那我觉得好开心。吃玉米、糯米、玉米，开吃。我也来吃那个吧，那比较好吃。
色的紫色渐层的那种，绿也比较普，但那种黄色的好好吃，都会去皮。嗯。好想吃哇，好吃耶！嗨，大家晚安，晚安。现在差不多是十一点了，那今天好像感觉比较早，就有点想睡，有困的感觉了。因为今天七点多就醒来啊，然后可能昨天上台北搭车比较奔波一点，所以好像比较累。有 OK， 所以今天呢，我们打算跟着 Jade 老师做一个睡前简单的一个睡前冥想。嗯，然后就准备睡觉啦。是的，大家也记得好好呼吸哦。Take deep breath。好，那今天就这样好了。And we're gonna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morrow. Ciao. Bye bye.